然后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宠物医院了，把他们给放出来啊。哎呦呦呦，好了好了，先把你放出来吧，来。哎呦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还站起来吧，站起来，不用趴着了，站起来吧。来。哎呦呦呦，好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你家伙都吓尿了都。走，来，过来看看，这个是皮肤，皮肤问题，你看咋治？我看着狗有点掉毛，越狗掉毛，越狗耳朵，它这不知道是啥情况，耳朵有点干枯，有点，你过来瞅一下。你看也说不清是咋回事，这狗是掉毛，哪块掉？你看看全身好像都慢慢开始掉。那是不是真菌呢？就看着你说这狗是这耳朵吧？光耳朵？那你检查检查我，哎，也是一儿人家给我的，俺有妹儿的，不想养，俺有妹儿的，他不要，俺有妹儿他不想养了，他看着狗有点问题，他给我了。他说这狗中。再加上家里有小孩儿，他主要是、哦、有小孩儿，他主要在家。狗就是也是那啥种啊？泰迪嘛。就看这儿，呀，他这儿也是掉毛。也是。哦，你看看哦，我也没仔细看。我也没仔细看，你看这是啥问题啊？这属于。是不是别人也有啊？那应该是。那是毛是真菌。真菌。啊，它有印。你说恁那狗不得抓狗咬人，抓也是。嗯。好像是弄毛子，这传染。不是。捉狗是我先捉狗都跟着我快半个多月了，一个月了。捉狗是一儿才过来的，他俩不是跟一块儿的，他俩不是跟一块儿的。哎，这属于真菌的，还得那个打针，得抹。好治不好啊？好治不好？咋治？那你得打针，打针得喷。打针得喷，那打呗。所以你打了一星期啊得。这么麻烦吗？啊，麻烦。哦天。打针应该这俩狗都一样吗？你捉狗是掉，应该都一样，它叫掉毛，它掉毛就是那个。它是不但掉，还有点那个哦，你看它耳朵那儿有点皲裂，有点裂开了的会。小花我是不担心的，它不会乱跑，会跟着我。这只狗乱跑，跟我还不熟悉啊，要带着它。哎，这打针得打一星期。还好不是输水呀，输水输一星期都疯了。呵呵，打针还好点儿。之前一星期打一次，就打一次，七天以后再打一次。哦，你看吧。我先要弄弄。七斤三四。就是你弄狗刚才的是六斤哈。七斤嘛。四斤，嗯。好。好。哎，你这打的技术好，我发现，打的不疼，嗯。这个在哪块？这个在哪？嗯。好，没事，给你打针哦，打完针给你治下皮肤病哦，你看你都快变成孙悟空了哦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的脸上是不是快变成孙悟空了？唉，没想到你掉毛掉这么严重啊。是的吧？是不是？家伙，老妈，好，哎，你看你这回打的，直接我都有阴影了，哎，打完了，哎，有点疼了，好好，没事没事。
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他都会大料反应真大的。没反应过来，刚才看大进去。我去，还得再大一点那种。诺高，哦哦好。啊，你非得笑死你这货啊！没事了，不给你打了。咦，该给桌打了哈。好嘞，来。哎呦，你可别跟他反应恁大呀，小家伙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好，我看你做，估计做药可能有点疼。做药，药还会疼呢。呀，好，这药反应真大，这药。我那药是轮着去打的，打的不好，打的疼。好，呀，是，你说这药效还是有的哈。啊，呀，那你要自己打，我咋给他打中啊？中都不咱打了，中不太大。中一天了，咱打一个，咱打一回就妥了。啊，不中，到时候还是来你这打吧，吓死了。诺，你回家打吧。啊，那中诺简单，你诺都打个一星期，打个一星期，最后一天了，过来再打中你。中，你看着安排呀，看着真看着吓人。不打了，打掉了，今儿这真打掉了，吓死了。刚才那个药很大的反应啊，打完。呀，还有反应呢啊！我说有反应，你这么大反应啊？没事了。哎呀，没事了啊！那个药那么大反应啊？好，没事。那么大反应，哎，就是优惠的，月够15一天，俩够30。你说这别人这皮肤病可费事，可费事哈。我没想住会真严重。人的牛皮癣可还不是？哎，一共是跟200啊，200块钱多了。三是那不是36不是180啊？180，刚还有还有我弄。哦，对，还有弄个。啊，弄就30了。啊，中，啊。200块钱。好，200块钱。我跟你说，到最后一天了。嗯。那领车钱啊。好。最后那一天，你说还有多少个嘞？给你再加上多。这是再打几天的？再打几天的量？再打六天的量？再打五天。再打五天。你给我赔五天的。再打五天的。嗯。第六天你过来，第六天你过来，控制不住量。啊，中，主要给你用于那留个针管，主要给你抽好了。中，然后你不好抽。是。留个针管等于我抽是一天的。一天的。一天就是这俩够的啊。哦，一天俩够的。啊，那注射多少的？抽到一块我给一个那个。嗯。给你一回做这个大个是0.3，我是0.8，然后0.5，一共0.8呢？啊，一共0.8，做是0.3，做是0.5。0.3、0.5，咋看呢？那上头有几量？啊，一共是给你抽0.8。0.8。然后你做小狗是你0.3打到这儿。啊。诺狗是0.5，等于剩下的样给诺狗。哦，给诺狗，就大脖子那样妥了。哎，去跟那上吧，所以那那个打上去了。好。那同事不是今天也是看见病，不是？摸手摸的。指甲跟他回指甲。哎，你可说的吓人呢。哎呀，这么轻松。小的0.3。诺是0.5啊。嗯，大的0.5，先打小的吧，哈。嗯。先给小的打，嗯。来吧，展示。来吧，展示。哎，你看这狗，哎，轻轻松松就起来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给我身上刺挠了。好了，药配好了，准备回家。你还得喷呢。哦。那还得给它喷。喷啥？啊，喷的那个喷剂啊。喷剂啊，这喷剂多少钱？这喷剂40。40，好吧，嗯。240，量力啊，量力而行吧，真不行了也没办法了。人吧，凭良心就做狗样，你说起来是真有缘分，
我都没想着拍视频啊，我就去超市买个东西，他就在超市门口，哎，我看他一眼，他看我一眼，然后骑我车的时候他跟着我，跟了有200米，跟人流中啊，有车有啥的，他跟我200米，最后哎，坐到我电车边，我电车跳那儿，我说你跟着我干啥的，他就跳到那儿对着我还叫了两声，哎，我说你别咬我，我试一下，不如他的肚子放到我那个电车底下嘛哈，坐到底下，哎，他就往那个一缝，他给缝进去了，好，到俺家跟我养的狗一样，就是抓狗就这么大，知道吧？就跟我自哦，就跟我自己养的狗一样，你都说不清这东西。那网上可多人都不信，说是我自己那个干啥，说是自己养的狗。我说我都养那么多条狗了，就没捉狗，是吧？它就是突然蹦出来的，好就跟那老天给你扔到你面前的这狗呀。你看说狗娘瞧，你看你说话它瞧瞧你，你看它好像跟狗娘。它比俺家那其他的那几条狗都，就是反正就跟我跟的比较紧，知道吧？一叫它都过来了，是吧？嗯，捉狗。我听那说话，他那个主人啊，这我都没法说。哎呀，我摄像机那时候我都没带，我就去超市买个东西，都会失掉狗，你说让他跟着我呢，我没法了。哎，就那网上可多人，反正做完这吧，反正一般人说你好，一般人说你懒，就是这。那就没法。人跟人不一样，你说人小人啥？啥形色人都有。哎，网络上吧，啥人都有，反正是一说下啊，你对狗好啊，你对恁爹妈好不好？你跟恁爹妈洗脚不洗脚呀？这评论区都有人这人说法啊，说的也是，哎，你没法说。可气人。有人可能现实中吧，就是生活不是老好，可能是哈、啊，他看有的人给狗吃的比人都好，他可能啊，心理上他不带劲。嗯，好，老外死。啊好。老外死，什么过去？哎呀，就是这事儿多。这就是你嘛，咋说呀？这就是你的工作，你要跟你干好你的。哎，咱干好，因为你如果听信他的话了，他给你打败了哈，你不干这事儿了，或者是他又该攻击你了，又说你看这是心虚了吧？咋说啊？他就不管咋说，他都该怼你是吧？你做好事做坏事，他都该怼你。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，你每当你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你做会做得更好？对对对，就是这啊！就我救的那个狗就是腿残疾了嘛，还有眼瞎了嘛，狗呀都说呀，我说你博取同情咋着？我说你说这话的人，你过来叫着狗去领走，你去养，我又有给你200块钱的，对吧？就是说照顾费是不是？你过来养啊、哦，不说话了，不评论了，是不是？那些人就是可恶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太可恶了，你说那些人，哎。你说啥博取同情不同情的？他有一口饭吃都妥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说的再好，要你给我夸到天上好，你给我骂到地上，是不是？那狗吃不了你一口饭，喝不了你一口水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要觉得我的工作，我要是没有这一份爱心呢，我肯定我要是这份工作我干不了。对，那你没有那个爱心，你都这份工作你就干不了。你说你来试试，我说我叫我这号给你，你来做试试，看你会不会比我做的好，是不是？做事喷人喷的呀，没法替我。走了，走了。来，小花，哎，捉狗可跟我，嗯，不是挪狗才跟我一天，一人挪人才给我送来，还不是老熟悉的。呵呵呵。他没起名，他说要佩奇，我看佩奇叫也叫不来，知道了，估计捉狗还没有适应的，还没给他起名的。哎，那主人准备走了啊？来，过来，小花，算了，先不捉狗吧，挪狗挣扎的比较厉害，先让他放进去吧。来，小花。来，过来，好嘞，好嘞，哎呦呦，来，过来，好嘞，哎呀，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呀，没出来过，你不知道，你会带他出来，之前他是在镇上，也不知道跟那儿干啥的，好嘞，呵呵，回家。好，过去啊。